好，首先喺度祝大家聖誕快樂先。聖誕假期就嚟到啦，又因為疫情關係啦，大家又冇得去外出去旅行啦。大家有冇諗過點樣好好善用呢個聖誕假期呢？各位家長，有冇發現自己嘅子女啱啱升上新年級，喺過去呢三個月入面嘅學習成效啊，或者成績啊，都大不如前，未如理想呢？咁不如喺呢個聖誕假期，除咗好好安排喺邊度玩之外，不如都安排一下一部分時間咧，去點樣可以追回翻呢三個月內學得唔好嘅地方啊？甚至不如試下可以超越學校嘅進度，超越自己啦。咁嚟緊就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啦！喺12月17日至到12月27日呢段期間咧，我哋呢個自動學習英語系統咧就有一個聖誕節嘅優惠，只要用8蚊咧就可以參與到我哋試堂嘅課程啦。就試下體驗一下咧，點樣可以短時間內咧就幫到你嘅子女咧填補翻個知識斷層啦，同時間咧為下期咧做好好好嘅準備。如果參與咗我哋呢個試堂3日內咧，再決定再報埋我哋嘅常規課程嘅話咧，仲有一個優惠添。詳情可以按以下呢個連結。好啦，期待喺課程見到大家，再祝大家一次聖誕快樂，拜拜。